有病是吧？台本上有这个问题吗？谁让你问的？咔咔咔！陈琳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瞎问什么？我问一下演员对电影的历史有什么了解？不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木姐，我们接下来照台本问。木姐，我说不拍了。陈琳，谁让你问的这些问题啊？你没稿子吗？观众们想看的是 CP， 是八卦，谁管他们知不知道历史啊？我们学的是新闻，工作是记者，不是狗仔，这问题有意义吗？你要是不想干，有的是人干。要么你给我照着稿子念，要么收拾东西给我滚蛋。我还有多长时间？你也不要太悲观，像你这种情况。多长时间？还有半年吧。陈琳，记住你的身份，别找事儿。你有病是吧？你没搞错吗？有的是人干。还有这个问题吗？谁让你问的？我的身份，我是记者，不是你拉流量写通告的工具。走访、写稿、记录真相才是我们的工作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流量，你自己去吧，老娘不干了。说辞职就辞职，你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？让我自己冷静一会儿。长大后的自己，你还好吗？我居然见到了小时候的自己。现在的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记者啊，这不是你的梦想吗？那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？我刚实习。我以后还能随便买汽水吗？当然可以，我想买多少买多少。只是现在医生不让我喝了。啊，那多没劲呀！对不起啊。你有啥对不起的？我没成一名好记者，身体也被自己搞垮了，我什么都办不好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不会啊，你当上了一名记者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了，怎么会没用呢？男朋友不要了，家也不要了，出息也不太好呀。别怕你的不一样。生命进入倒计时候，拒绝内耗。小时候的自己会带我找回怎样的人生？老板，我带乐乐出去玩了。爷们儿，你太懒，怎么回来？这孩子，你说，不的不的，带上你这些破烂去别的地方要饭去，还变着眼儿，这都什么时候的玩意儿了？谁看呢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哼，别的地方我管不着，这不准演。姑娘，算了。谢谢你啊，爷爷，你会不会变脸呀？儿子，你还懂这个呀？能不能给我变个大圣出来？那不行，不上台可不能变，这是我们的规矩啊。我给你钱，你给我耍一个。哎，乐乐，你还记得昨天妈妈跟你说的什么？这一天到晚脏的跟个猴似的，衣服这么脏了，咱家的洗衣液两天就被你霍霍没了，赶紧去买洗衣液。不去，你去不去？没没没没，你这个坏小子！陈姐，你用这个吧。我能不能让他给我变个大圣出来？乐乐，爷爷不是街头卖艺耍把戏的，变脸是传统川剧的一部分，也是咱们的国粹，咱们要尊重艺术，尊重爷爷。嗯，对不起，大爷，是不是只要有台你就演？大爷，看看，这是你要的台子吗？你个绿发子，这是耍我老孩儿啊！啊！哎，大爷，土不土啊？你不喜欢，总有人喜欢。你说你啊，哪有人看呢？这个早该淘汰了。现在啊，人手一部手机，谁爱看这些老玩意儿？嫂子，给我看好了。哇！大爷，老祖宗的东西不能断。传统不等于落后，新奇也不等于创新。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一点也不比你手机里的东西差。在这场倒计时里，历历可见的脉络会带我走向怎样的生命邀约？姐，你别喝了，你赶紧把这个按了，你别喝了，你别喝。他喝多了，我可很清醒。这么大人了，还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？滚出去！佳佳，你看你这……滚出去！喝成这样，家都不要了是吗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。嗯、哇！你是等等，是啊，
为什么要卖了呢？十年前，我的父母从姥爷手中接过了这家小店，他们说这叫传承。家里的小店虽然赚的不多，但是一家人很幸福。只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话！为了守着这个所谓的传承，我过了十几年节衣缩食的日子。他能给我的，你给不了。所以这家店已经卖掉了。我很喜欢马面裙，我是不会让别人拿走的。那你妈妈？我妈，我爸走后，他每天只会喝酒。不过我相信他。庄园姐，把里边都清了啊！这事儿我说了算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不用管他，快点。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不是舅舅说你，你知道你家店生意为啥不好？都老掉牙的黄历了，他能挣到钱？这是我们的传承。什么狗屁传承？什么狗屁国风啊！再说了。要真挣钱的话，我姐夫能跑吗？祖传的就不能断掉。姐，我也是心疼你啊，你跟佳佳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把店卖了好好过日子啊。你就累了，送送你就。今天这个店卖不卖得给我个准话。走。陈琳，给你发消息一直没回，就追着你的朋友圈到这儿了。你的工作？这不是赶紧交接完工作来找你了吗？扫兴是父母到底有多窒息？我看见你来尝尝了。外边的饭有什么好吃的？又贵又不干净，偶尔出来有这钱在家什么吃不着啊？非得在外边吃啊？妈，咱们换个空调吧，我都做好攻略了。这个空调啊，换什么换呀？刚赚了没几年钱，不知道怎么嘚瑟是吧？哎，妈，我马上就要升职加薪了。别高兴的太早了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万一到时候升职的不是你，是别人怎么办呀？为什么每次我想跟你分享开心的事情，你都要扫兴？是不是我做什么你都不会满意？啊，我被选上艺术节的主持人了，好不容易才选上。我花那么多钱供你去上学，你就把心思给我放到那些地方？不是，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读书，赶紧给我推了哈，不许去。妈，这次模拟考我考了98分。我98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怎么不考虑考虑这两分怎么丢的？你这次能丢2分，下次就能丢20。你怎么又进我卧室啊？你不是喜欢这台空调吗？我给你安上了。妈，这台空调其实是我想给你换的。我看你之前吹空调总是头疼，所以才想给你换这台。丽丽。是妈不好，妈也想和你好好说话，但是妈从小也没人教我怎么跟人表达。妈，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。你怎么就知道乱花钱？我不吃，你自己拿回去吃了。对不起啊，这些年是我做的不好。其实妈妈，妈，我今晚加班，不回去吃了。别太累了，年纪轻轻的，白头发都长出来。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。那一天我会深深的拥抱吗？像溪水环游世界，拥抱会踏出山。别生妈妈气，你多给妈点时间，我慢慢改行吗？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。